1980年代中期，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，成都西河散热气厂正式诞生。公司创始人在自主创业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，揭开西河散热气厂发展的历史画卷。这是用30载光辉履历和春华秋实铸造的一段流金岁月。今天，成都西河散热气厂已经成为了国内同行业排头兵、主力军。目前，成都西河散热气厂拥有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，成为一家专业的电力半导体器件用散热器生产厂家，有能力承接各种散热器的设计、制作、销售，为我国电子行业大功率的元器件使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目前，成都西河散热气厂以东峡牌为注册商标，已通过 ISO 9001: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，并先后获得国家权威检测达标品牌、国家合格评定质量达标放心品牌、先进私营企业等荣誉称号。作为行业的创新者，成都西河散热气厂特别注重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有效结合，已形成新型组合、组合型材、西塔型材、西塔型材组合、密齿型材、密齿型材组合、插片、热管、恒温水冷、水冷型材、可控硅型材、LED 型材、锡烛型材、普通型材、电动汽车专用等15大系列散热器产品，涉及变频器、电焊机、控制、整流、通信、航天、军工、SVG、LED、新能源汽车等众多领域，并拥有专业的散热器模具设计、制作、专用散热器挤压、数控及机械加工、搅拌焊接及风阻热阻曲线测试设备100余台，大大缩短了试制及供货周期，提高产品质量，满足用户的需求。在市场竞争尤为激烈的行业内，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和实力的日趋增强，使得机遇频频与企业招手，先后与中信股份、立德华福、希望森兰、广州智光、洛阳中重、华远电器、英杰电器、威达汉业、新力光源等知名企业建立起紧密的战略合作联盟。成都西河散热器始终秉承勇于攀登、勇创第一的企业精神，用以人为本的思想引导员工，用广阔的视野吸引员工，用深情的关怀感动员工，以高格的人文情怀促进企业不断创新发展、超越前进。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，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，西河散热气厂的全体职工将更加努力精心工作，生产出更多的优质产品回馈客户，得到更多的客户支持，得到更多的客户对产品的厚爱，使西河散热气厂得到更大的发展，共筑明天辉煌，为祖国的强盛做出更大贡献。